建林跟觉颖跟慧香，跟我们一起带来这么好的一个敬拜赞美的时刻。那请各位现在我们闭起眼睛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赏赐我们美好的生命，让我们在名字底下属神的儿女，我们有尊贵的身份。求你继续来扶持我们，与我们来同行，永不分离，在每件事上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让我们在每件事上有明确的判断。是的，主啊，最近台湾遭到台风的侵害，造成台湾各地都有水灾的灾情，交通也混乱，自强号撞上了土石流。主，我们知道在大水中，在狂风中，你依然坐着为王，你依然坐着掌权。主啊，我们呢，所以我们就要来恳求你，来将那灾害来降低，来减少那损失，也能让各级政府在这个时候能够互相合作来处理灾害，能化危机为进步的动力，能有肩膀有担当，是人民的公仆，来为人民来谋福利。是的，主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也听到有一些兄姐有疾病，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，我们不是疾病就完全都没有了，但是我们因为拥有宝贵的耶稣，所以使我们有力量有平安，能够在面对一切疾病，面对一切挑战的时候有支持有帮助。主啊，求你赐我们基督徒合一祷告的心，当兄姐遇到疾病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祷告，求那医治的神亲自开口向那些有疾病的人说，你们的病好了，你们得医治了。我们来祷告，求医治的神亲自来施行医治，亲自来得到他那属于他应得的荣耀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为我们教会中工作忙碌的兄姐来祷告，来祷告，使他们知道他们要休息，使他们知道，也使我们知道，主耶稣基督你是神。求主你赐下我们明辨的心，让兄姐可以在忙碌的工作中可以找到充充足足的时间休息，与神亲近，在归回安息当中得救，在平静安稳当中得胜，能够在他们的工作中荣神益人，能够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归荣耀给神。主，我们在此为最近内政部在8月20号到10月20号推动一个票选，要选出100个能够代表台湾宗教文化的指标性景点，政府要将票选的结果作为未来推动文化观光的重点指标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基督徒一起来祷告，一起在网络上来投票，因为大部分的这些所谓的文化观光景点都是庙宇，只有少量的教堂跟教会，所以我们基督徒都要去投票，发挥影响力，投票为上帝的荣耀而努力，不要让我们的纳税的钱拿去推动那肤浅的偶像文化观光，也让我们为我们12月份属于耶稣基督荣耀的基督教文化节来祷告，也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宣告，那些所谓偶像庙宇全部都要毁坏，单单那些荣耀上帝的教会要屹立不摇，要做国家社会文化的中心，要做我们人心安稳平安的磐石。主啊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你应允了这事，来彰显你的荣光。
所以我们继续为我们教会新聘牧师聘牧的事来代祷，求神你赐下你的仆人来牧养我们的羊群。我们在此要纪念教会长职团契会长兄姐以及所有有参与服事的人，有一个合一谦卑平安喜乐的心，在主里与主永不分离，得到主你所赏赐的永远的喜乐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再来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。圣经的记载在有三段啊，第一段是记载在箴言14章22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找到了PowerPoint。预备起。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？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。第二段记载在箴言23章7节，我们只念第一段的句点那里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再一次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第三段记载在腓立比书4章4到7节，这是一段很有名的经节。北七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4章7节，我们再念一次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请 洪传道为我们讲到，他今天的主题是我的方向盘。